我们夫妻俩在楼顶种菜，一年四季瓜菜满园。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，我是三妹。现在朋友们看到的是春夏季的楼顶菜园，主要是种瓜类比较多，小虫采摘香瓜，这个很香啊，不算很大，但有没有熟？哇，哎呀，比较熟了啊。我采摘的这个是黄金百香果，很香甜。黄瓜已经接近尾声，还有苦瓜，哇，春夏季瓜类比较多，叶菜有空心菜。哇，好嫩哦哈。嗯，这个是白港的哦。白港空心菜。还种有一池的韭菜。这里还有南瓜的。这个是香芋南瓜。够老了。这条毛节瓜，这就是春夏季的楼顶菜园，西瓜、香瓜、南瓜、毛节瓜都有，还有百香果。到了秋季，现在采摘的这个是快菜。到秋冬季的话，我们主要是种叶菜了。这个就是自己种菜的好处，而且很方便。你看现在下雨的话，我随时上来摘。好嫩呢，现在有点像白菜这种快菜，长得多好。快菜也是白菜一种，白菜一种哈。还好这防虫网，再过南边的楼顶菜园采摘。这个芥菜，这种芥菜的话，实际上是可以种到很大棵的。现在是菜苗，行了。这么多可以了，芥菜摘来做汤吧。摘了两种青菜，芥菜还有快菜。秋冬季种有生菜。冬季也种有荷兰豆，还有一池韭菜和一池芹菜，都是种一些应季的蔬菜。一年四季我们楼顶菜园都是瓜菜满园的。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样的楼顶菜园吗？我们种菜全部是用农家肥来种植，菜池底下养有乌龟，用养龟水来淋菜。平时的瓜果呢，用生物菌来防虫。学习种养技术，关注三妹夫妇。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不错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关注。